Hello, welcome back to Fired Official。 今天就是我們幻想鐵路的第56集，就是介紹這個太古站。那他們現在就在上集介紹的天后站，我們展開我們今天的旅程。下一站炮台山，乘客可以转乘观塘线或将军澳线，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下一站炮台山，乘客可以换乘观塘线或将军澳线，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Next station Fortress Hill,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Kwantung Line and the Cheung Kwan O Line.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下一站北角，乘客可以转乘将军澳线。下一站北角，乘客可以换乘将军澳线。Next station North Point, interchange station for the Cheung Kwan O line.请小心月台空隙，请小心月台的空隙。Please mind the gap。请勿靠近车门，请不要靠近车门。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下一站鲫鱼涌，下一站鲫鱼涌。Next station Quarry Bay。
请小心月台空隙，请小心月台的空隙。Please mind the gap。下一站太古，下一站太古。Next station, Taikoo。好啦，咁我哋咧終於嚟到咗呢個太古站啦，睇下先。係啦，咁咧太古站就一個普通嘅島式月台，一號月台咧就去東龍洲龍宋江，二號月台去大澳，四組電樓梯。好啦，頭尾兩組啦，呢個就雙電梯啊，係咪？因為一樓一電啦。跟住呢個應該係放錯地圖，照計呢個就唔應該係。因為應該是交叉的，沒可能兩個都是上的，變態。好，那另外一邊都是一樓一電和雙電的了，一樓一電啦，這個雙電啦，是啦。那上到去大堂的部分呢，那個拱頂就是 A-man 起的，然後那就那個閘區是我起啦，跟回那個車站指南那個結構圖來起啦，那就一部升降機，然後就出閘先，好，跟住咧就睇下嗰個車站指南，啊 ，Elma 起整咗個啦，冇，食，得，好，車站名就太古，簡寫 TAK， 路線港島線 ，finished on 2020。咁咧嗰個月台就一號、二號月台，東龍洲、宋江位、大澳咧，康山。A 出口咧就去康山花園 ，B 出口去康怡 ，C 出口去康山商場 ，D 出口去太古城道 ，E 出口去太古城中心。Emma， 好，回收，下電，好啦，咁就睇睇呢個出口啦。佢部機個設計，我想睇睇先。咩小西灣站啊 ？Apple Air Microp 嘅車站指南售賣機，好似嚟睇呢間就係港島奶茶店觀眾投稿嘅，就菠蘿包900蚊一個，即係等於而家港幣大概30蚊啦。我唔知道你去菠蘿包30蚊一個咁貴啊。西多士1200，珍珠奶茶600，綠茶同紅茶750蚊，麵包600，奶茶450。咁啊，自己除翻開30嗰個物價上漲啦。我、呢、這個叫傻佬衣服店，又是觀眾投稿嚟嘅。咁啊，唔知點解叫傻佬。衫就109一件，短褲110一件，長褲襪129。咁佢俾嗰張單咧就寫住 FFD 嘅，佢好明顯就冇寫到嗰、那個叫做，誒、佢做咩拆咗啊？黐線！咁啊，好明顯佢係冇寫到嗰個叫做，即係佢冇計到嗰個物價上漲啊。好啦，咁就有嗰個衫啊，頭先講咗，自己睇翻。好，跟住就有一條通道嘅，我過埋呢邊啦。依間咧就係71、73、71嚇，點解唔係73啊？唔要。好，呢、這個就係73，我遲啲再補翻塊牌。呢、這個咧就輝入 pizza 嚟嘅。好啦，呢、這個舊設計啦。然後呢間咧就係嗰個魚蛋阿叔小食 fish ball uncle， 咁就 minty mango 嘅 ，hi。咁啊，扶款住，睇下咩咖喱汁、黑椒汁同埋辣汁，冇眼睇。好，呢间嘢就是鸿福堂，大家都知嘅。咁就外卖店比较，其实可以放座位，只不过唔放啫，系啦。好，跟住介绍出入口啦。
信英文字母 A 出口咧，就系去呢个康山花园。就双电梯由上到嚟之后咧，就有个分叉位 A 1同 A 2嘅。咁啊，呢个都系跟住个指南起嘅。啊，呢个就电梯。咁啊，上到嚟呢个部分咧，就有一个太古站。跟住另外一边咧，就系、是、呢、這个应该系。冇一忽嘅點解？好，好落翻嚟啦 A 1啦，好跟住我哋落翻去，然後睇 B 出口啦。好，跟住 B 出口咧就係去呢個康怡花園嘅，康怡花園睇睇先啊。上去这个有两条电梯啦，就分了一个楼层，然后就阔楼梯。上到这里呢，看回 Google Map 呢，它就有两道东西在夹住这个出口的。那个楼梯很高，还有那个颜色是即是跟站入面的颜色不一样啦。那么出发了。跟住下一个呢就是 C 出口啦。C 出口呢就是去安山商场。系啦 ，Core Hill， 好咁啊，上到呢度咧就商场啦。虽然佢个出口喺呢度，但系唔系连入嗰个出口咧，即系唔似铜锣湾站嗰啲啦。咁我哋商场部分我哋阵间再睇啦，我哋落翻嚟先，睇晒啲出口外观，跟住就睇商场啲店啦。其实我哋都好耐冇介绍啲商场。对上一次介绍大商场是几时啊？油塘，唔系啊，条景靓有啦。好，跟住 D 出咧就去呢个太古城道，咁啊白色嘅呢条走廊。A 咩话？太古站 D 出口升降机因为更换工程暂停服务，至2015年都过晒啦。好啦，咁就重建中嘅 City Plaza Happy Life。D 二就去太古城中心地下 ，D 一就去太古城道上一个商场坑口啊。OK OK， 太古站，唔知道你计唔计迪士尼商贸区咧？啊，唔系喎，迪士尼商场咧，上一个应该系迪士尼。OK， 咁最后一个就是 E 出口 ，E 出口就去太古城中心 City Plaza。有冇行过入去都算有介绍过啊？啊，嗰度已经是油塘站嚟，即系中间应该隔咗条海啦，冇喺度。啊，对住太古站对住嗰、那个对出就系一个维多利亚港个东面嗰度，即系东隧前面嗰啲位置啊。咁啊，对望油塘嘅。好，看完跟住我哋就看商场啦。商场有排玩啊，真系今次呢个都挺大下，咁就全部都不是我起嘅。嗰阵咧，我就同阿 KB 走咗去起太古，唔系起西湾河同埋筲箕湾咧。咁 A Man 同 JVD 两个好兄弟孖公仔啊，就走入去呢个商场啦。福康山商场 Corn Hill Mall。好啦，咁我哋入去啦，有升降机喺度啦，有一架围咗。好，这个应该就不是最底的层，有一层低一点。好，入到来这个部分了，好大了，好大了。好好看商店，这个看完这层先。这间就是堂食店的巴尼鸡肉薯仔店，堂食店。喂，明朗去了哪里啊？失职啊。好，接着这间就是 Ada Computer。为什么不是 Anita Computer？ 好，接着这个就是什么？你现在就是在 G 楼商店口美食广场热出口啊嘛，好咁就 B 二就商店街 ，B 一就系商店康怡商场停车场，一楼就去商店出口，二楼就去商店出口，商店三楼就系商店冰雪之宫，好咁就睇完啦，然后咧我哋就睇呢个资讯台啦，我哋继续沿住呢个方向去睇啦。好，这个就是那个地铁站楼梯。不是啊，哦，没事没事。这个是普通一个逃生出口或者是商场楼梯而已。
好，跟住呢个就取餐啦，大阪原日式料理 FF Group 嘅，咁就有菜单请向店员索取，然后就从前万日式天妇罗菜馆咩嚟噶？都唔似菜馆，外卖店啊，外卖店咧扮晒嘢。家乡福建菜外卖馆啊，呢个又系，我好彩冇写一个菜馆啫。Minty Mango 嘅呢个就系、是、菜单，请向店员索取。吓、啊，一个紫色，一个着厨啊，厨房都走出嚟做啊，犀利！我、哦、呢、這个就系 food store， 唔知乜嚟嘅。然后呢间就系 Peppa Emma Restaurant。冇廚房，可能呢度咧係連埋隔離嗰個家鄉福建菜啊，同埋唔知隔離嗰間鬼嘢一齊嚟做啊，我唔知咧。好，呢個就係七號康山分店，唔知咩係七號便利店嚟嘅。單身銀行啊，唔係喎，原味之鄉粉面滷味同埋燒味，請到美食廣場享用。哦，我明啦，原来嗰个系直接出嚟美食广场的，我睇漏咗，因为顺住嚟转啊。好，呢个系 Family Mart 嘅辉新集团，又有 FFV 特色饮品部、烧汁汽水、Peppa Pig 三千年代吉士泡芙。唉、哎，真系 copy 嘅咁，的确，因为有 Peppa Pig 啊嘛。好，跟住呢个就系唐总万岁牛肉饭专门店。一样咖喱500，芝士1000，温泉蛋500，改鸡肉免费加鸡肉1000元，跟住咧就台中牛肉饭3000元，呢个系咩嚟噶？哇，闪亮亮，睇到眼都擦埋。总之又系呢个厨房，未设计厨房吉铺。好，跟住咧我哋兜完一个圈啦，我哋做一块牌系咩嚟嘅？睇先，康山商场历史，1987年11月 ，Aeon 在康山开百货公司站。2016年至2017年 ，Aeon 改建在康山的百货公司为 Aeon Style。2356年9月 ，Aeon 集团倒闭。跟住咧，2588年4月，康山商场第一代正式锁工。History 呢个英文，2613年唐康山商场第一代被炸，造成14588人死。1899年，唐总有意重建康山商场，猜我哋大家嚟时好未出世。1988年 ，JVD 赞助1000亿协助重建，睇唔出你有咁老喎、啊。今时今日3040年呢，计计先。哇！你52岁啊，你老咗咁多嘅，我先得个40几。康山商场5000亿 FFD 协助重建，2015年康山商场重建。好，跟住呢个咧系咩嚟啊？唐总签署，我鬼有签过啊？冇签。康山商场2015年4月6日开工，咁而家都2040年，过咗廿五年啦，咁样就好快。主要负责人签名就是 JVD、JL、A Man 同埋 A Man， 总之都是佢两个 Mark 仔啦。好，咁我哋睇下面嗰层啦。下面嗰一层有啲乜嘢咧？商店街，睇睇先。圣诞树，跟住天天出轨店总店。哦，最近同 Apple Pen 一齐。睇先，陈总侦探。偵探，好，這個就是廁所中心，廁所中心百事渠講完，九唔搭八。好，跟住就滑冰嘅呢間係 CGA Desert King 呢個 A Man 嘅，我記得。藍莓雪糕，藍莓果凍，係前揭啦，得啦。芒果布甸 ，Minty Mango 咧有冇啊？士多啤梨慕斯、珍珠奶茶蛋糕、雪糕鸡蛋仔、芝士新地，冇兴趣。呢个系咩嚟噶？瓷砖公司 by Stick Stack 4017，佢咪调转咗啊？咪保留啊？阿 Man 几时改嘅名 ？Stay Stack 唔系啊？白达通标志瓷砖、平滑花岗岩瓷砖、石英板、红
沙岩板、沙岩板、华木板、华树木板、相思木板、平顺石板。OK， 设计好喎、哦，我之前未见过，唔错，60分。好，跟住就迪士尼游览馆 Disneyland Playground 吓、啊，游乐馆，对唔住，又要俾钱入去睇，真系涉水。有几迪士尼啊？睇过呢、這个系咩嚟噶？花斯过年啊呢、這个，跟住个咧呢个芒果布甸，呢个咧呢、這个咩？呢、這个咩啊？睇先，反斗车王，有几迪士尼、啊？唐总风暴主题曲，我都未作，唔系关谷英嗰首，呢首咩？不要生气，呢首咧 too car 下或 too cold 味，呢个咩 ？B 大笑之歌华威微 ，Are you OK？ song 有咩 ？Tokyo Tokyo Hot， 猪欧之歌唐总风暴，假如你生气，爱出家之鸡仔速递主题曲 ，too cold 好 too cold 味。Remember 十八日我必须飞得大神光，睇睇先。嘅公仔玩，我有 B B 啊，我计你话滑冰场，有钓鱼场，啊又真系几有蓝牙，呢啲都俾你啊。炮谷啊买，好啦，睇完啦，出口啦，出口都要俾钱啊，使唔使咁样啊，大佬？好得啦。跟住呢一度咧就系羊驼章鱼烧，章鱼烧啊咁逼嘅呢间嘢先。Order here， 招牌菜普通章鱼烧一盒10粒，4蚊，芝士味5蚊。订单10号辉日已拿取，我几时有攞过啊 ？Take here， 睇完。呢间就系新世纪科技 New Century Telecom TwoCon 旗下。全部都是手機、電信、紅福堂、堂食店，這個是 A 鋪來的，還有一間 B 鋪，稍後看 K79314 沒了。好，這間就是 He She It Are You Me Day， 跟住呢日日鮮果汁 Day Day Fresh Juice， 有什麼付款處 Cashier 取餐處人 Detect Juice。 好啦，呢间就系火星游戏厅，火星游戏机厅 ，Mars Game Center FF Group Minty， 睇睇先，付款处，好啦，冇啦 ，Book Kimchi 咩嚟噶？幻想通，卖总之又有啲书铺啦，跟住呢间系咩嚟噶？停车场，点解泊船嘅停车场咁得意嘅？好。看完了這一層就好了，我們現在可以下去了，我們再下多一層，這個都是商店街，這個就是 B 鋪紅福堂，我們買的這間就好，接著由這裡看下去，這個就是黨書局我的富豪黨的 Mush， 這個就是用了303年的科技， Mush 書都有你想要什麼用口講，它就會彈本書出來給你，科技303五敗話曬是科學家，账单会在书入面，请用 FF 通 pay、啊、已经是 相隔了15年咧，咁就嗰、那个科技都进步得很快。Hello Bye 咩嚟啊？冇嘢。厕所，哇！呢、這个厕所见过好多次，唔想再见。我、這个咧成日系 O 书局观众投稿嚟嘅，咁就有讲到好去处啦，动物百科、健康食平 C， 同埋最好的水果。FF 通嘅呢个就用都系啦，3035年。好，跟住呢个就系元起 sushi 啊，代起个呢个应该系唔系我起。好，跟住呢个咧就系七元书局观众投稿 FF 通 pay 嘅，咁就有咩啊？小说图书刊物一律就1200蚊，即系佢填嗰阵应该都系200蚊。呢个系成六嘅啫。洛斯中文补充中学英文阅读练习数学单元补充，咁其实就唔系中学，即系个价钱系中学啫。咁小學咧就半價，打錯字，半價。好嘅，呢個咧就係買食物俾人食，觀眾投稿有炸雞30蚊一個，燒汁味汽水180蚊 ，MTR FFV 果汁啊360。好，然後呢度有嗰個樓梯啦，都係未到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无良人品，无知，无知的真的无良啊，乜都唔买，只买货架。睇完，我觉得这个咧就是臭臭臭豆腐，好耐冇见，上一次见唔知喺边度，三千年代臭臭臭豆腐。呢、这个就是党装店富豪党，又是我的考古啊，好耐冇见，睇下先。有校服啦、西装啦、黑皮鞋同啡皮鞋，讲完。好，跟住咧就有呢个芒果好味，芒果树全部都系。喺我闻芒果阵香味啊，你哇走咗 ，Enderman。好，跟住升降机维修中，下一间就系大丰寿司，观众投稿嚟嘅，咁就20-30元一件，咁啊呢啲自选寿司嚟嘅，啊有鱼啊、鱼啦、啊、鳗鱼啦、啊，唔做扮嘢，跟住做啲胶盒啦，系啦就系、是、咁样。呢、这个咧就系婆婆开门观众投稿啊 ，A Man 婆婆赞助，佢死啊唔系啊，佢咧就买自动门啊，30万啦，同埋婆婆自动台，即系嗰啲乜鬼嘢啊，笃笃下，跟住咧嗰张台就会开合俾你装嘢喺台底啊，你唔知搬张台出嚟啊，接台啊，一讲开台，跟住佢就会自己开台啊，咁啊600万一张，我都几贵下，唔系讲笑。我、这个、呢个咧就系、是、中医阳痿，救命！咁啊，呢个设计好似奥海城见过，唔多睇啊。奥海城嗰间唔知乜鬼嘢啊，费事提出嚟啊。不过阵间嗰个人阵间睇手部啊发脾气。好啊，咁就上去上面啦。好，上到嚟呢一层，我哋由呢一度开始睇啦。Pad Mobile 咁就系、是。FPAD Ming Law 4999 PEPA Transparence 9999 PEPA Elma Go 7999 PEPA 3000 Fire Version 3999 喂我本嘢买到咁平嘅你有事嚟呀 PEPA Watch 3000 1000 仲平 Elma 乘3000 X3000 6499今日今个月登记寄送 Elma X3000 蚊一部点解唔可以齐头呢其实我都唔明系都要9999適用於任何手機，全新網絡 3G， 只需1011一個月，有冇咁平啊？物價上漲都唔計，起碼都3031一個月啦。PayPal Mobile 月費計劃，好呢、這個就係大家好，我係倫敦市市長，倫敦市市長。好嘅，呢間咧就係 PayPal MS Stores 嘅 Taiko Shop， 咁就有 FFV 果汁啦、咖啡微燒汁、調味用 PayPal 皮模型。仲有呢一個 Subscribe Fire Official 免費嘅劍，2000年代媽咪面睇完。好，跟住隔離呢個就係 Lamco 唔知乜嘢嚟 ，YouTube 3000年代香港分佈曬氣。好，跟住呢個咧就係富豪黨旅遊，富豪黨啊唔係富豪城啊，係嘛？哦，唔係。講錯，呢個係富豪黨嘅旅遊店，咁就係呢個間店名咧就叫做黨遊城，新嘅呢個就，哎呀死啦！我自己起自己創立嘅公司，唔知搞乜嘢 ，short 地。呢間咧就係繁日城3天全程遊96000蚊，移民一日遊8600蚊，英國岸島城7日遊起碼要成260萬。咁啊計翻物，我計錢咧就比較準確啲嘅，就唔會好似話咩買雞翼都淨係計1蚊嗰啲啊。未計物價通脹啊，一隻雞翼起碼都要30蚊啦嚇。好，跟住呢個咧就係維港書店 Real Hong Kong Book Store Minty Mongol 付款處睇完吉鋪一間。好啦，跟住呢間就係黨書黨報店報紙，就賣咩咧？今日頭條有咩啊？唐莊個細佬唐金華俾人革職，職員部部長，新上任嘅部長就叫做黃家軒。尖沙咀新楼盘地下风凉水烂住宅，公价600万，咁平，20万啫，即系港币。大角咀新地下城，丰富建筑，工商贸区全齐。康山广场正式开业，超多店铺购你行，购你行足3日，仲有优惠。今日系2035年嘅5月25号，系啦，啱啊。呢間咧就係富豪黨風水專家組，咁樣你就可以揾啲大師嚟約啦嚇，約點樣睇風水啦。好，呢間就係完美生活 PL， 將會係 Perfect Life， 將會喺9月開幕。跟住呢間咧就係百方雲集餃子專門店，超不安嘅，9:30開，11:30閂門啊！啊，有啲乜嘢啊？餃子2蚊，走，走啦走啦。好，跟住我哋上去啦。
上面嗰一層又有啲乜嘢咧？好期待，哇！有個大黑黑笑喺度。好，咁就嚟睇呢間先啦。呢間就係3HK 嘅 iPhone Place。iPhone Watch 6、iPhone 11 Pro、iPhone 11、iPhone 11 Pro Max、Pro 3354幾時多個名叫 Max、iPad Pro 2020、iPad Air、iPad Mini 2、iPad 10.2 寸。好啦，下一間就係農田嚟嘅，天堂健康蔬菜啊，真係幾健康下。下一間就係 Tocot Mobile 拓闊電信，全部都係冇名電話。佢話係寫天堂健康農場嘅。嗱，益你啦，咁健康。港岛银行咁就柜台柜台咩噶 ？ATM。好，跟住呢个就系自动柜员机 ，Q 不安，男人勿进。今日我唔入啦。如果你俾女朋友罚跪，你可以带你女朋友过嚟。我冇讲过啊。好，你嘅街吉铺啊。然后呢间就系咩啊 ？Suka Box 售客博。运动用品专门店啊，幻想集团全部都 FF 通俾钱，呢啲咩街复合，总之系，跟住而家变咗做咩啊？售客博，Pizza Box 啲 friend 嚟嘅，呢间系党旗男富豪党电器，又系我嘅新整嘅。好，呢、這个就系富豪 B9TL 风60000蚊，呢、這个就系超富 ASB 风30000蚊，长富豪3ASBP 风咧即系36000，富豪 B5RLE 风80000蚊，富豪比安 P 15000蚊，呢部旧啲啦。呢个就富豪 B8L 风嘅100000蚊，全部都系巴士编号。好，跟住呢个咧就辉新集团啦，辉新冰火交融系列，烧肉加冰雪乐园 ，Peppa Pig 5蚊一只，咁哇，你减价使唔使减到越减越减啊？我仔唔值钱啊！烧汁汽水，一生只可饮一次。紧医院可以饮两次，咁深奥嘅我都睇唔明。FFV 特色饮料，中三下一，鸡中二，猪上三，和牛上二，中一 FFV 果汁，仲可以拼 Peppa Pig 照烧汁饮品，黑毛猪牛上一。好，呢间系冰雪乐园，乜鬼嘢啊？行开我要睇牌啊，焗桑拿。好，出到嚟啦！呢家咧就系三星 Cubit 嘅，之前都见过噶啦。睇下先 ，Three Stars Note 75 ，Three Stars Galaxy 80 ，Three Stars Galaxy 75，仲有呢个鸡髀手掣 ，Three Stars Ultra 8G Gaming Device。好，跟住呢个就系 New Three Stars Galaxy 80，仲有咩啊？全部都系新产品，鬼唔知咩？你去到边间旗舰店都好，全部都话新嘅咧。吉铺一间。好，睇完啦，跟住呢个咧就系一个舞台啦，即系嗰啲商场中庭有表演嗰阵会用嘅。好，再上一层，我开始吉铺多啦，吉。终端便利店，睇下先，唐总万岁。货物储存区咧就系厨房，哦，货物储存区同厨房绿色嘅呢度。咁就终端便利店 ，Welcome 康山商场分店第二间，哦，太古店嘅第二间。睇睇先，薯片100蚊一包买二送一，杯面100蚊一杯买五送一，好似唔同咗。鲜奶50蚊，家庭装300蚊，你终于肯分开嚟打咯，好感动啊！饮品80蚊一支，300蚊五支，运动饮品100蚊一支。睇完走人咯，啊真系几大间呢次。好啦，咁就嚟到呢间咧就系 Edita， 生活在三千，身在三千，活在三千，咩嚟啊？我唔系好明呢间系咩啊？咁啊，卖鞋咧，死啦！唔知喎，滑冰乐园呢个系吓马骝雪场哦，部嘢即系滑冰啊。好，呢、這个就系生活百货 FF Life 就免签网购嘅。有呢个外科口罩日本制25蚊50个。Hi， 免签网购老板，佢只眼好细，你觉唔觉？好得意。好，咁啊，睇完啦。呢层因为都我哋就咁得几个人喺度整铺，可以整到劲满。五楼就系 Aeon， 六楼啊系 IKEA、伊康百货同埋宜家家私啊。我好想埋去睇啦。哇，百货竟然系流水嘅百货，咁就封咗啦。
百货公司咁就点解要拍八达通呢？好，咁有咩卖啊？睇先，有呢个新款用品，有面包、饼干、朱古力同埋糖果、咖啡、红茶、绿茶、干果类、芒果类咧，有冇芒果啊？我要芒果、鱼豉。睇先，呢、這个系俾钱啦。好，跟住呢个系厨房啊，系上一层睇埋佢啦。上面就 IKEA， 但系佢系未起嘅。Find， 我都怀疑应该都唔会再翻嚟拍嘅。睇下 A Man 或者 JVD 呢两个建筑师会唔会拍啦吓。呢、這个就系 Aeon 嗰个 icon， 跟住呢个就系笑容满面。切勿学我跳楼梯。好啦，咁我哋太古站啊，就介绍嚟到呢度啦。咁啊，篇幅比较长啦，因为有个大商场喺度。咁就未订阅嘅朋友，记住订阅翻嚟 official 啦。揿响隔篱嗰个拇指公啦，如果你中意呢条片，揿响隔篱个钟仔，当 FFV 一出片嘅时候，你就可以收到即时嘅通讯。中意呢条片，记住赞好啦，赞好翻嚟 official Facebook 专页，加入 Facebook MTR FFV 最终群组，加入 Discord。两日之后就系介绍西湾河站啦。咁我哋呢一集就嚟到呢度，咁我哋两日之后再同大家见面，拜拜 ，see you later， 再见啦，再见。